冬天嚟啦，呢几日嘅气温都系徘徊喺17度左右，又到咗打边炉嘅时候啦。呢间火锅店喺一年之内就开咗4间分店，近日仲喺西环再开，咁受欢迎，皆因系专卖一啲刁钻嘅牛肉部位。但系牛肉部分嘅种类都有20几种，其中呢碟封门柳就系横隔膜之下嘅一条柳。每隻牛都唔超过2斤，每日嘅来货量切埋都只系得30-40块。而牛驼峰就系新加嘅部位之一，佢系牛颈脊再延伸嘅位置，这个位油脂就比较少，有少少筋喺外围包住。另一款就系牛柳啦，比较啱一啲唔好油脂嘅人。虽然每碟都系细细份，但系就卖得唔贵，都可以一试噶。另一间火锅店就是位于蝴蝶村冬菇亭，同样都是以牛肉罕见的部位来做主打，是由最大的鲜菇牛买手莫景雄师傅主理，每日都新鲜运到，提供超过10款的部位选择，份量都几大碟，好啱一班人来吃，但是价钱就相对高少少。汤底是用牛前蹄和牛骨熬制的，每日都熬足至少8个钟，牛味就非常之浓郁了。今个冬天牛魔王可以出动了。苹果优惠，开蓝牙定位附近惊喜优惠随即到手。